单位那个理事主席，我们做水美理事长，我们那个洪文理事长，洪部长，还有我们陈总，跟我们所有商圈的所有理事长，还有我们医药界的李先生朋友，大家好。好。其实洪部长讲，我就应该不要再讲了。不过还是很高兴，每一年的玉节，其实在这段时间，台北市民很多都吃吃花的，穿着玉来整理，那渐渐也变成是一个商圈的一个特色。那我觉得每个商圈在这样过程中慢慢的长大特色，那产业局跟市场处还有我们的商会处愿意一起跟大家来找出自己的商圈特色，尤其在这疫情之下，我们努力的来吸引更多的台北市民或来自台湾各地的观光客重新回到我们商圈，这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那再一次也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也祝这个整个今天的玉节活动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